行李，身处列车，行动上楼。九号线在这边，但是我要往这方向走，这方向走，我要到这个，所以我要先确认它往最底端这种，这个松江南站站，松江南站站，所以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世纪大道。所以要往松江南站站。我找到九号线了，再往下走。这边走。两边都没有电梯。到了，我终于可以出门。